今夜的星星真美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场景这么熟悉呢？是啊，朕以前经常陪着你一起观星赏月，只不过这一次朕忘记把亲手酿造的梅子酒拿来了。是吗？梅子酒是什么？是啊，你以前最爱喝的，你总缠着朕帮你酿。哦，可惜这回是缺了好酒，要不然朕肯定好好喝他几杯，醉他一回。那要不你去取点来？朕只是随口那么一说，等你身子好了，我们把整个酒窖都搬来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朕看你在宫里待着也闷了，过几日我带你去香泉山，再给你烤鱼吃。好啊，反正只要能出宫去哪儿都行。等等我，南凌瑞，跑什么呀？我见到瘟神我不跑还干嘛呀？你说什么呢？现在四下无人，有什么掏心窝子的话你赶紧跟我说。你想听真话？